歌其实应该算是陪伴很多一些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一些朋友们设计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因为像是阿琳的歌声，可能会带给很多朋友们一些抚慰，一些疗愈，所以收了这首歌曲就希望可以陪伴更多更多的朋友在他们寂寞的时候。所以这首《挚友》是一首也是非常揪心，但它其实是一个温暖需要得到一些释放的一个出口的一首歌曲。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肉体这种关系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